你吃什么？我吃这个。有没有咸咸的？妈妈，我要吃这个。他有开心吗？对啊，你们都好小气哦！你看，已经名气比较好，都会分享。你们两个都不乖。我在这里等张少爷阿姨，还是要跟他们去吃粉圆。刚才去吃粉圆。跟 Daddy 还有千羽。要不要去吃粉圆？要不要去吃粉圆？他要金伯城，他现在最爱金伯城。真的哎，金伯城最爱。刚刚两个人抱在一起。金伯园，这是这个苹果，我要这个。啊！好，我们去溜滑梯好了啦。我要去溜滑梯。要不要去溜滑梯？我要去森林公园。别走了，我想去小仓鼠。哎，你不要把金。